我们将公开所有人最新一条朋友圈，每人只能选择一位异性嘉宾的朋友圈进行查看。我喜欢的那种很疯疯癫癫的，这就是新哥的感觉。他的声音让我有点触电的感觉。我有点欣赏阿丽了，很直接啊。你先选择吧。接下来要前往伴手小屋啦。你查看了谁的朋友圈，其实就是选择了跟谁同行。哦，哇，这也太刺激了。突如其来的就紧张了一下。现在请耐心等待与你同行的嘉宾们。有两个人选他吗？哎呦我的妈呀。哦，那怎么办？